将浓郁可可粉撒在蛋糕上，内层还有比利时巧克力、鲜奶油、香草等制成的巧克力甘纳许，超大朵康乃馨在蛋糕表层绽放，还选用红宝石露比巧克力，要在母亲节带给妈妈满满幸福感。这两个巧克力系列的蛋糕呢，其实都非常的受欢迎，那我们也看好这一次的业绩大概能够带动两成以上。顶级的招牌的这个生巧克力蛋糕，那它的订单已经来到破千颗了。母亲节蛋糕竞争激烈，业者不止推出粉嫩造型的玫瑰蛋糕，更把妈妈最常用到的电锅直接放在蛋糕上，且灰色锅盖搭配草绿色锅身，其实都是可食用的巧克力，还有栩栩如生的玫瑰花瓣，配上酸甜草莓造型的蛋糕，无论视觉味觉都要顾到。庆祝的时候好吃还是很重要了、那造型有不一样的话，会让妈妈有一种为之一亮的感觉。今年六款母亲节主题款的蛋糕呢，我们预估销售额是3300万，那比起去年的话呢，预估是成长22%。另一家业者则寄出花瓶造型蛋糕，结合杏仁及抹茶巧克力，还有栗子丁，配上大片金箔及花草点缀，贵气十足。今年85°C 推6款浮夸造型的母亲节蛋糕 ，Lady M 端出草莓生奶油千层印战。神旺普诺面包坊以巧克力为基底推限定蛋糕，远东香格里拉走奢华路线，将花卉结合在蛋糕中。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小家庭为主，而且呢，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来讲也是比较关注，被购买的蛋糕多落在6寸到8寸之间，而在价位的部分呢，大部分也是在700到1000之间。抢攻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蛋糕商机，从饭店到蛋糕店业者全都磨刀霍霍，提前备战。三立新闻方玉祥、林淑贤、徐国恒、伊丽。